恁娘啊，恁那是安尼哭啦？阿伯，哈，彩琴阿伯回来啦，我伫只顾厝。哦，对啦，阿伯，恁娘兄即摆人受阿紧紧啊，咱是毋是爱赶紧找人去讲一声？是要讲啥啦？啊，毋是交代吼，互恁家己吼去处理。唉，人讲安怎做就安怎做啊。 啊，毋过，看守所迄边吼需要开一寡钱啊。啊，若要提钱，就找阿秀阿体啊。唉，我敢无予伊呢哈。啊，毋，叫我倒来甲你参详。是要参详啥啦？迄金少了吼，真难不甲强要倒去啦。啊，逐项吼拢爱我来烦恼。囡仔我的啦，嘛是为伊的腹肚吼洗出来啦，伊安尼半冷冷。 啊，淡薄仔钱，也爱找我体谅。哎，彩琴啊！哎，有找着线头无哈？哦，囡仔，先哦，落去好困啊吼，啊，有啥物代志明仔载再讲吼。哦。啊，有找着人无？是找啥人啊？细声。 啊，你敢有套动？明明啊，你来这，你去找这个律师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看有法度，这人交保无？啊，以后这人的代志吼，都交予伊去处理啊。 还佫有啦，这钱哦，你先摕去用。啊，甲阿秀啊，甲宝珠啊讲，我的先保着哦，紧少了，啊，这边哦，哦，有足侪所在爱用钱，啊，要买生理哦，去影响着啊。唉，我一个做老爸哦，会当做的，嘛干那安尼尔啦，紧少了哦，下面。 几啊十口的家庭，当然毋忙咱这份头路，我袂当哦甲因放的，无管因啦，你讲对无？明明啊，你做代志哦，阿爸是足放心的啦，啊以后的代志，就交阿秀阿甲宝珠因去烦恼，我这边哦，无方便。 去查啦。好啦，我再过去找阿姆讲看卖啊。啊，你先去无闲你的吼，啊，我阁有代志吼，要做啦吼。唉，这么大的代志，啊，交予一个少年去走总哦。 哎、欸，啊！你唔紧去换衫，搁坐伫遐创啥？啊，紧去啊！我一脚哦，拉大力去调查局的大门哦，就等于将咱情人踢出去人家。阮爸仔囝的关系哦，就到这为止啊！ 啊，这嘛是恁囝家己做底来的嘛，我一个遮大个，敢讲爱咱所有人拢陪伊做伊去死哦、喔？你莫讲安尼啊，歹听啦！你心内有数，这摊也毋是正人不出来。咱做是大个，毋是超过要做甲遮尔啊全。啊，不过咱家己嘛真正是无路通行。 哎呦，还是讲，你家己有啥物其他的办法先？啊，若有，咱今日莫去，我即马就敲电话取消，吼、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操，有啥物步？啊，真正哦是顾不理三招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咱家己先顾好好，才来想办法救靖南。放心啦，伊姓林，是你的大汉囝。 这我知影。
可以说。伊唔是遐尼啊做的人，应该是惊我咯。无要紧，正人还佮我找老母哩。阿母，袂当安尼尊嘟煞啦，因哪会当安尼放正人一个人啦？正人有我这个老母，有恁母囝，本来是一个人啊。阿母，我是替你唔得啦，正人是大房厝是大囝呢，阿母去用赶出来。现在连晋南都无爱救，啊，连阮母仔囝嘛好好出来，这是算啥啦？我唔是去用赶出来哦，我是家己行出来。我是无爱安尼伫咧因迄个厝内安尼甲人坐来坐去，我就赤呀。我是要来遮求平静的。阿母，你就是太软食，你才会让人食到到爬去你的头壳顶啦。对啦，我就是太软食，才让你这个新妇安尼大声细声啦。不是的啦。我嘛是替晋南着急啊！啊，你要让迄个查某，我是无意见啦。啊，不过晋南是孤囝呢，一个大囝安尼讲放就放。阿母，你要替伊讨一个公道啦！公道自在人心，不是要讨就有。啊，伫个迄间厝内哦，啊，大家安尼搭来搭去安尼，你敢袂生哟？不要紧啦，我家己的囝，我家己救啦。阿母，这是第一点的声音啦。律师，我等下去找。哈？啊，就安尼，本号气声嘛无够啦。哎，提来啦。美玲啊，我嘛唔知影到底是要找啥人。这笔钱摕，替我们想办法啦，拜托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一定会尽力。阿母，你安尼规包给伊，干要留一寡所费啦？所费？救人就袂付啊，我所费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。不舍让你